刷卡派分享消费战机，机票五星级饭店羡煞旁人。在台中买一个房子，定金刷多少？我说50。这个月的账单金额快100万。东南亚的机票多少点数可以换？里程数。再分享一个，来，我那个月是刷了15万，限额1500，换了一个体重机跟蓝牙喇叭，点数同地换了一个台北五星级饭店的2天1夜。哇！今晚8点，东森综合台32频道，今晚开战吧。